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是墨镜哥。最近墨镜看大家留言的时候呢，看到了非常多的观众在敲碗一个游戏，就是墨镜哥很久以前我给大家看的 Greenyama， 一直很多人说啊，说的第三代啊，很希望你来玩啊。其实呢，墨镜哥已经不碰游戏好多年了，但基于这么多人的请求啊，那墨镜哥呢就只好大发慈悲的玩给你们看了啊。如果反应好，那就继续拍；如果反应不好呢，那就一集就搞定它，好吧？好，那我们就打开 Greeny 看看有什么不同吧。一开始这音效就挺有质感的啊。啊 ，Play 啊，第三代啊，哎呦，这谁？这啥？哎，这会不会还有被 ban 掉？哎，后面这个又是谁？这个，他拿的这是什么鬼枪？这阿嬷嘛，这阿公嘛，这谁呀、啊？这是我们台湾红衣小女孩衣服褪色吗？那这边难度呢有 easy、normal、hard、extreme、practice。那基于墨镜哥是一个非常有经验，而且对于游戏上面来说，我是一个很厉害的人，所以呢 ，extreme 应该是蛮适合墨镜哥的。啊，不小心手了。基于墨镜哥是一个非常有经验，而且对于游戏上面来说，我是一个很厉害的人，所以呢。easy 就好，好不好？这个游戏很恐怖，我们 easy 就好。哎呦，这一开始的出现方式不太一样哎，是这样，逃出去又被抓回来，是不是？哇、哦，哎，这感觉弄得有点像是《绝命精神病院》哦。嗯，哇，这天上星星，妈的大的跟阿妈的卡车一样。有没有那么夸张？那么大颗？哇哦，这个是一个城堡是不是？有护城河的那一种？直接那个门拉起来，所以现在出不去了。呀！是啊，是啊。快！可怜，可怜呢、啊？什么都还没开始就挂了 ，OK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的就到这边了。遗憾，墨镜哥完全没有施展的机会，就这样挂了。哦，中了一枪，结果没挂哎。哇靠，这是什么九命怪猫 ？OK， 那墨镜哥之前的设定呢，好像还在。嗯，有个手，这手是可以开什么东西？是开门？开不了，一定是有什么东西要拿的啦。Trust me， 得了。Trotter me， 这时候呢就要东看看西看看，啊不，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。咦、欸，这么开不了？你走，开门呐！难不成东西在？哎呀！等一下，我刚刚是不是看到了什么东西？是我看错了，还是我电脑画面残影，还是破图？我左看。要看上看下看，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。哎，阿宙嘞，我这个门都出不去，我是要玩个蛋呐、啊！要死嘞！那一定有要死的、啊，是我眼干没看到吗？哎、欸，我看到了、哦、，lock pick， 拿得到吗？拿到了，碎雕虫小技，哎、欸。我怎么开不了 ？Hold 啊 ，Hold 不了啊！他说 Hold 什么？要按紧是不是？哎，我按紧了、啊。完了，我真的适合玩这个游戏吗？好开了，不会吧？难道接下来有很……啊，傻笑！哎，我相信应该不是我看错了，应该不是我看错了。这个游戏的确不对劲，很好。来，他奶奶的！当年我可是臭骗全世界。任何的锁，我只要靠着我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打开，哎，对，撬上去，怎么撬、啊？使用啊！哦 ，Pelaki， 哎呀，要这个灯笼，这个，哦，傻小啦！这到底什么情形？你是谁？这个又是什么？C
seems to be some kind of pedestal. 完了，我这个一开始不用一个 proctitis， 我是要怎么知道该怎么走？阿公，你什么时候会来？阿妈，你什么时候会来？这游戏能跑吗？我忘记能不能跑了。开门。哦，里面一个人挂了。兄弟，不要怕，我救你出来。OK， 敲开了。开门。嗨，你好。你敢跳起来，我一定一拳给你猫下去，打到你整个骨架闪电、一定是整个粉碎性骨折的那一种。你最好自己好自为之。我拿这个东西是要干啥 ？Drop。哎呦，我知道，一 drop 就会有人给他冲过来。干，还真给你丢了。看看里面还有没有什么东东哈、啊？嗨，老兄，嗨，雷猴啊，雷猴啊！哇，你这个牙齿一颗都没掉啊！哇，羡慕你啊 ！Hello， 你好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这老奶奶、老阿公他们那么有钱，到处换房子的哦 ？OK， 我靠，我这一根东西还真好用啊！我这一根他妈撬遍全天下的门锁啊！那我还需要钥匙吗？我根本不需要钥匙啊！确认过眼神，这里没东西了。这个这间好像又有点熟悉，应该不会是之前的重新装潢吧？可以蹲吗？衣柜可以躲吗？躲躲！我这是用什么怪异的姿势开门？这里面可以躲。OK， 这里面应该会有东西。他没有理由给我个空空的房间，里面没有东东。干妈的，我意外，我以为开门肚子有鬼，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被吓，你知道吗？结果没有东西出来吓我，我反而被吓。哎呀，三门枪的子弹。哦，难道这就是所谓的 easy 吗？嘿，我出来了。嘿，再见，这个地方我不待了，拜拜。原来出来这么简单，开车。哦，里面有三弹枪。这样，我刚被鬼插了，是不是？我刚看到我的血条掉了，真的是有够慢。这家伙怎么搞的？我的脚嘞，看不到我的脚。那刚刚是我们的红衣小女孩哦，应该是哦。Stone， 石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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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头要干啥？一定是要找玻璃给它扔下去。嗨，今天过得好吗？我怎么会蠢到想用石头扔一只鬼呢？这真是事后想起来觉得好笑。物理攻击，嗨，我又回来了。那小鸟也挺好心啦，他可能是怕我累啦，最后把我送回来这样子。没事，干又是你，这个人，这怎么躲他啊？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他在那个里面的啦，他想跟我睡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、哦，我就是这么有魅力的一个男人，不好意思啊、哦。可是我对你没兴趣啊！好，算了，刚外面有鬼，我们上楼。上楼总没有了吧？哎呀，其实我真正有兴趣的是阿嬷啦。阿嬷，我不想努力了啦，我需要阿嬷的滋润。石头扔下去，石头就是这样子正确使用的，知道吗？扔下去！我靠，满满的道具一个都无法。嗨，今天过得好吗？就你擦你擦擦你擦死你！我擦死你！擦下去！我拿的那一根东西，捅它，插它！我靠，跳出广告是不是？看看别的游戏好不好玩？可以耶！我挂了，我连玩这个游戏都会挂，太扯了啦！粪 game， 玩没有两秒钟，游戏就挂掉了，粪 game。这样好吗？第三天而已，不是应该说玩一下而已，就第三天了。难不成是拿这个捅那个啊？看谁比较硬是不是？来。他等一下会这样再过来，我就一棒给他从头上猫下去。我一定会给他。哎，你好啊，好久没看到你了，再见哦。能猫吗？猫他，来看谁比较大。
来来来来来，我传说中的30公分不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快跑！快跑！我叫你跑了，这就是他的跑吗？太丢脸了，这个人真的是不行，这体力。干死！我只是想休息一下而已。其实我故意遇到他，只是因为我想休息。不年轻，心脏经不起这样子下，我只是想回来睡个觉而已。这样子比较快，我就不用大费周章的浪费的体力跑回来。阿公阿嬷和那个，哇，我这掰卡严重，我快不行了。还有那个不一样，就是我们时空之门。嗨，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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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。我自关好不好？我自己关。嘿，嘿咻，躲在这边，你看不到我的啦。哼，哼，怕到了吧？啊啊！你有枪又怎么样？被我的英俊吓到了，长太丑了，这阿狗，这完全不行啊！这颜值跟我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，你知道吗？谁？谁？你为啥从我背后偷袭我？我不喜欢从背后来。什么？发生什么音乐啊？这不是之前很久以前那个什么电视剧的音乐吗？没记错，好像中国的欸。然后嘞，纯音乐，没有画面。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靠！你这到底什么情况？我的死亡结局是长这样子啊？这游戏的品质太糟糕了，不行哦。哦，原来还没，刚刚应该是跳了一个没有画面的广告。兄弟，广告商啊，兄弟，你这个广告的预算下的真是不值得啊！你什么画面都没有，然后你就要缴个可能几千几万，或是好几万、好几十万的广告费。兄弟，你被广告商坑了，你知道？又来了是不是？我听到声音了，我听到声音了。干呢、欸，完全跑不赢啦，直接被后面老老实的射了耶。哎呦，曝光车上，嗨阿嬷，好久不见，嘿阿公，你好啊，身体好吗？他丢什么？那个是过年的鞭炮吧？哇靠，还戴墨镜哦，阿公你这么帅哦，屁呀、啊，过年鞭炮可以把我炸成这样。招呼我了 ，Game Over。好的，我们今天游戏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想继续看下集的话呢，记得订阅魔镜的 YouTube 频道，并打个铃铛。谢谢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的讲话有礼貌一点 ，OK？ 记得让这部影片破10000个赞啊啊，越多赞，那我就知道越多人想看。好，那就这样了 ，See you tomorrow。闭嘴了。